在面子上看来，没有得到什么，表面上看没有得到什么收获啊，但是呢，私底下有没有承诺啊，或者有没有什么东西，这个是你可能这个时代还是一个秘密，还是一个谜。嗯，但是这里呢，我就给想，做一个给拜登一个建议，因为我今天上午就讲了，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下，就是下滑，已经下到了一定的一个。到了一定的这个最低点的一个程度，怎么能想，如果要维持这样的近乎冷战的一个情况呢？那么那将来拜登的选举来讲，也不会有什么好的一个，也不会赢，也不会好的结果，甚至中美关系呢会继续这么倒退下去。未来呢，这个下2024呢，这个选举呢，也不会有，中美关系呢，也可能还会这个更坏，啊，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做一些努力吧，挽救这个美国这个中美关系，啊，想做这么一个 ，serve the American， 那这个前呢。这个 relation 啊，就是把这个关系呢，做一个挽救，拯救这个 relation， 特别那个 China and America， 对不对？那么我想呢，最好的办法呢，既简单，又表示说，美国呢有个诚意，就是。落实最简单的就是站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站在联合国更上一层联大2758号条件的基础上，接收联合国这个宪章，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中华民国，这个是接收这个2758号决议啊，这个代表权，代表中共的代表权，这么一个条件，无条件接受。不但美国接受，也要让台湾接受。那么这样呢，就是目的就是拜登要承诺兑现，落实四不一无一。如果你能兑现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你不能兑现，你还在空中飘，那个就是说风雨过后如彩虹啊，你现在的风雨还没过去。这个叶伦呢，是美国的政坛这个当中呢少有的啊，就是或者说是仅有的这个交往派 engagement， 就是说这是友好派，其他的很多都是恶主派围堵派，这个呢，所以呢，这个呢，中国也知道这么一个叶伦是这么一个角色啊，同时他带着一个经济的一个诉求，我们说是也是想要借钱讨中国来帮助他买美债，但你买美债你得有诚意啊，你的承诺你要兑现了。我们今天就讲拜登的败相啊，有八个败相。那么拯救呢，拯救这个反败为胜呢，也有八个条件，但是我也列了八个条件，这八个条件当中呢，但是我就像那个原来的一纲八目，一纲四目，一纲呢纲举目张一样，
但是我觉得呢，现在难度太大了，把它简化一点，就一个条件，就是落实四个用意，你把它落到实处，落实了，就是你把那个台湾这个定位落实了，按照联合国宪章这个定位，台湾是非中华民国，非中华民国现在1979年以后是非中华民国的政府，非官方代表。另外一个要求中国大陆，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的代表，承诺是这么一个中国，就是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这么一个承诺，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台湾的定位就解决了嘛，两岸问题现在两岸处于内战状态，这解放战争也好，你是反攻大陆也好，这个内战状态没有完，那么如果这个讲就两岸一个中国啊，要现在目的就是终结这个内战，终结战就谈判，谈判的条件就是联合国宪章25/8/1，联合国宪章就是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啊，那么25/8/1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这就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个用不着打仗，你打仗争来争去你也没用，你也改变不了这个代表权的问题，你也改变不了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的问题。也改变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的问题，你什么互不隶属，就是两个就是这么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问题。再有问题，统一后这统一以前就要谈判，这个不叫政治谈判，这个必须是中美之间谈判，落实四个用意，台湾没有谈判的资格。所以说呢，这个是两个国家两个政府，它美国是安理会成员国，所以说中美之间谈判，美国是台湾问题的一个看不见的手，台湾呢是撬动中美关系的一个基石支点，那么这个能够平衡不平？不用打仗就平衡，用不着进入这个战争状态，也不用去兵戎相见，就是一念之差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何乐而不为呢？反正你要想通了，就反败为胜，反过来你攻，反过来进攻大陆，你反过以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华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中华民国，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是中华民国台湾省，中国大陆是中华民国的唯一代表合法代表，这个问题然后谈战争的内战的结束问题，中战问题，这个中战问题就谈这个权力分配，权力分配的最大一个共识的共同点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中华民国的一个前提下，人中国人在法律面前生而平等，台湾人和大陆人生而平等，就是这么一个条件 ，OK， 这就是政治权利平等。然后我就提了四个要求 ：one heart, one way, one charter, one nation。那么我是讲什么呢 ？one heart 的这个。中国人民主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在中国人民手，谁是中国人民？两岸拥护中华民国新就是中华新民国或者中华新民国新民共和国宪法将来要有一个统一的宪法，宪法要统一，不是人民要统一，国家要统一，就是人民主权的统一和国家主权的统一。
不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没有统一，啊，治权的一个分立权，一国两制的主权没有统一，人民主权没有统一，那个国家主权也没有统一，啊，各说各话，开始一国两制的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所以一国两制合并统一，一国两制呢是这个是个假命题。这个假命题是可以证伪的，他因为他高度自治也好干什么，就形成了两个，就形成了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个关系，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主权让渡的问题。那你即使不让渡，他你这中国大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你那边叫中华民国，这个就一动动的，这个实际上他也是在双重代表权的问题。这又成一中各表两个中国的问题，还是没统一。那么你现在那怎么样？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邦以下小邦，谁取小邦？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我现在枪毙你，我就是中华民国。哎，这个就统一了，啊，这个统一性就出来了，统治性的，我不是党国，我是民国，这主权在民。啊，我不是主权在共产党，哎，这个问题，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又统一了，对吧？这个 one heart 就是说，啊，就是 one heart is the same people, same Chinese, same nation, 啊 ，same country， 就是中国人民在一中宪法基础上人人平等，这一句话就完了，就美国宪法，那个独立宣言一样，就是统一宣言。完备呢，就是什么呢？这也很简单，啊，我们把那个什么一个原则都说了那么多，八个主张，江泽民那个八项主张，那个太复杂，简单一点，啊，我们不要搞那个什么系统化、学理化，那个名词太多，就简单一点，你不就以人从义，以义从人，这可，我现在只要你美国答应。四不义无义，在四不义无义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结束中国内战，你台湾也要接受四不义无义，这个五不四不义，这美国应该敦促台湾接受四不义无义，反对台独啊，啊，这个不干涉中国的那个改变中国的那制度啊，啊，这个你答应这个条件，那就可以。这就弯位，这一条路，就像九二共识不同意，但是现九二共识是苏起国民党提出来的，你不承认。那么现在，美国提出的，拜登总统提出来的四不义无义，你台湾当局、台湾人民，你要接受这个四不义无义，我们就有的谈，就可以谈如何这个解决那个联合国宪章啊。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的问题，就可以谈。我们谈那个中华，就谈这个代表权的问题，就可以谈。两岸的这个一个，为什么蔡英文说呢？互不隶属啊？互不隶属就是争这个正统，就是权力的争夺这个中华民国的代表权。你台湾当然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法律上，国际法上已经把你pass了。台湾关系法也是，台湾关系法明确你，1979年为止到一，你不再承认你为中华民国的这个政府的代表，也不承认这个你是中华民国的，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啊进行官方的活动，啊，也不承认你是中华民国的政府，也就不允许你另立一个政府。另一个国家是不允许的，这是台湾关系法，美国的国内法里面，所以美国人民和台湾保持人民之间的关系，这个是第二个one，第三个one呢，one charter，那这样世界上只有一个，这个charter是宪章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中华人
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人民现在时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是中华唯一代表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以这个为基础的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这就是 one charter， 定名指征，无条件的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联合国是那个宪章上的中华民国。第四个one呢，就是 one nation， 就是那个美国的国际宪章上的那Bridger， 这个叫做 one nation under God， 我们的 under construction， 这个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这就是中国呢宪法呢就把它翻译过来，就是说中国也要有这么一个中国的原则，现在宪法没有，但将来我先中国宪法这个统一以后一定要完成这个呢，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不允许你分裂，要公平啊，和解放，解放权利的就是你的自由，人是可以自由的，在公主权在公民的手上，这是四个万。我再重申一下，这个我刚才讲的 one heart， 人民主权的相同性 ，one way， 四不一立，就用这个方法，原来叫左二分，我们现在叫四不一立，这是共识，啊，中美之间达成共识，然后看美国又通过美国这看不见的手影响，让台湾人民2300万人接受四不一立。就 OK 了，你台湾你谈不谈我不跟你谈，美国谈成了，你台湾这个条件的台湾的定位就是这么个定位，就是主权问题没有不可以谈判，主权问题没有商量的，这叫邓小平说啊，主权我跟台湾谈什么主权啊，你跟着你把它真当一回事啊，因为他不联合国已经做出决定了，他没有主权，所以你他没有跟你谈主权的资格，如果你跟他谈了，就说明你认了他还有谈判的余地，没主权问题没有谈判的余地。这点我希望习近平、邓小平应该搞清楚，台湾这个2300万人，他没有谈论这个代表主权的余地。美国也应该知道，台湾人民没有谈主权这个资格，法律资格。这个主权问题是谁是授权是谁？联合国的授权，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宪章，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来授权，啊，而中华这是谁代表中华民国的问题？中华民国的这个主权呢？那个二战以后，开国宣言已经确定了，对，把那个日本占领的土地啊，关东啊，还有澎湖啊。还有那个台湾这个群岛，这个归还给中国，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你台湾2300万人不代表中华民国，只是中华民国台湾省。所以这一点呢，你没有主权问题没有谈判的资格。这一点我跟大陆的这个政协也好，这个国人大常委会也好，现在要搞清楚。台湾不是和台湾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和台湾这个当局，没有没的，就他们不具备谈主权的资格，就像香港一样，没有主权的，主权是不可以谈判的。那么这样问题呢，就名称就定了。大陆要谈一个中国原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这个东西要让一步。你让了这一步，实际上就。退一步进两步，美国这方面就确认了，台湾人民也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全世界就确认了，所以这四个问题搞清楚了，你拜登这个问题就落，就把那个
把这个四分一五亿啊从空中就落到了台湾这个地图上，地球上，然后在这个地球我们去架在这个地球上这个这海里面这块礁石这个岛啊，我们就可以撬动中美关系。你美国你遇到什么天大的困难啊，中国人民可以帮，也能够帮，也愿意帮，这个叫什么礼尚往来嘛，对吧？这个交易嘛，就是这个生意嘛，对不对？就像左右手一样嘛，我把你也当成一个朋友嘛。这大成功靠敌人，现在就是大成功是靠这个，靠中美关系的和谐，我们叫 T2 idea， T2 action， 我们叫归零，我们这个现在呢叫归零。这个弯，这个第一个字母就 O 跟零差不多，就归到这个起点上，归到联合国宪章这个起点上，归到联合国2758号的这个零点上，归零，啊，然后从这个灵动 action， 啊，这个从这个灵动的 action 这个行动起来，重新定位，重新包装中华民国。我们叫做中华新民共和国，也叫中华新民国，大家以后去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这个简单呢就讲的这个讲的，对吧？这个四不一无意是什么呢？就是在美方呢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和中国发生冲突和对抗。拜登在四不一无意基础上又提出了更多的承诺，啊，增加了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一中一台，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啊，这是称为四不一无意。那么把美国，让这个美方呢不寻求这个四不一无意呢改成一个台湾，中华民国台湾不寻求新冷战和那个中国大陆的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大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啊，不寻求改变，不寻求强化美台关系法呀、和日本的关系来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的台独分子和独派分子，无意同中国发生军事对抗，关于什么？这样你台湾问题就这个就不用谈判，这个就签订个和平协议、和平中断协议，你叫无条，这叫无条件接收联合国宪章和2758号决议。我们就话说呢，你争也没有用，你打仗你拼命。你2700万人都牺牲了，也争不回来这个主权。与其那样不够融合，所以从美国人来讲呢，我与其让这2700万人死一半，不如让这些东西就变成一个鲶鱼。大陆，你把大陆看成是个沙丁鱼，它到鲶鱼里头，它把台湾的经验，或者台湾的要求、台湾的诉求和中国大陆的人民融合发展，啊，然后去竞争这个人民的表达的权益，啊，你因为你是有个前提 one heart， 就人民在新的一个中国中华新民国这个基础上，你人人的主权是平等的，人人的这个公民权利是平等的。但是你不准搞太多，不准分裂国家，我这四个万，对吧 ？One nation indivisible， 啊，你如果搞那个，那么你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就法律明确的告诉你，你不允许搞台独，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是联合国授予的，这就明确法律关系，叫法治改革。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法治的统一。就在通过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进行统一和完成统一，这个是不是说我们是一家亲？这个是毫无原则的。一家亲什么？啊，一家人这个互相那个互相那个
那个守住长沙的多得很，所以要在法律的基础上，这个就叫现代的就法治文明，所以呢，将来我们要说法，不管是美国也好，世界各国也好，这个法律的都要进行改革和创新，最好是用那个智能化，要再加上人民陪审团这个，因为法律的腐败，包括现在美国这个议会，这个都存在着一个被金钱和腐败和收买了的权利。我们说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反对这个中国？他这个金钱被腐蚀了，被污染了，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是作为国家来说，你哪个国家都不完善，都去要适应这个国家的制度的改革，是修缮。那中国只能说，在中国来说，我只能够要求中国来讲，自己去完善自己，自我革命，美国来讲，讲美国的自我革命、自我建设、法治建设、基础建设，然后呢，制造业的建设，还有那个创新能力的建设，关键是人，对吧？我讲了三个主义，我这里因为没有加上那么多，我本来是八条基础的，那我是跟特朗普和共和党。我在谈这个建议，跟拜登不需要谈那么多，只需要一句话：你落实是不是无意 ？OK 了，就当局目张，其他的问题都一切迎刃而解，你这二零二四年这个竞选呢，因为你取得了这么一个胜利，取得了这么一个基础，中美关系这么一个划定之理，那么你这个问题不解放。你思想不解放，还得搞这个冷战、新冷战。你说的不搞冷战，实际上在搞冷战。你说的那个，你因为什么？中国对那个企业、美国企业进行制裁，因为你对中国的企业200多企业进行制裁啊。你这个制裁比中国的制裁那个几个美国的制裁要严重的多呀。所以说这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你有你。初一就有人失误，就是中国的大陆失误，这个要反省自己这个拜登要检讨自己，但是关键一点，你自己要，我们说呢，放下屠刀回头，放下屠刀回头是岸，你把这个屠刀放下了，你把这个天空这个对抗的风雨过后有彩虹嘛，然后就。这个天气就明朗，如果你搞对抗，中国也跟你，现在中国现在不像以前了，现在可以跟你搞对抗，你能打的你能打出一这个大陆的中国的大陆就可以打输，所以这个问题我今天提了这个今天晚上的补充了这么两点。这是很重要的两点，一个是刚，如果你原讲诚信，你国家的总统你应许之诺，你如果国家总统说一套做一套，你怎么会得到人心呢？你失信于民，失信于天下，对，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得道者多度，失道者寡度，你这样不讲承诺，你就没有国际上也没有人支持你，你今天说的是不义无义，你做的事情是新的人新冷战，然后你新对抗，然后你脱钩制裁，你这样的问题你说的不那个什么那个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不支持他，你实际上在支持他，你做出来，你让台独接受这个是不义无义，这个。拜登兄啊，你就 President George Biden， 你就成功了 ，success 就反败为胜了。我是美国这个奥巴马提出来的那个总统的公民啊，我在向着你说话呀，我在为你在考虑啊。我没有拿你一分钱，但是我在考虑你啊，你这样子那个站好最后一班岗。对自己的人生，对美国人生，对美国人民，对美国民主党，都是最大的利好啊！
我这么苦口婆心的，今天晚上现在十点钟了，十点钟了，我要给你这个打开窗子说亮话，让你拨开迷雾，拨开心目当中的迷障，啊，你就落实这四不一物业，你自己说了，你把它落实了，你让台湾人去接收了，你告诉台湾人啊，因为你现在是台湾在这背后的一个台湾是你的代理人，你就让他们接收四不一物业，这多简单呢？这比在那苦口婆心的，是说不清道不白的那个书记说那九二共识强得多了嘛？四不一物业这个得多少？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王沪宁怎么就想不出这么一个这个东西呢？因为他没有时间，这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就像马季啊，他跟马毅和刘备啊，这个和诸葛亮的谈军事，谈他带兵的，谈的头头是道，结果真的一样，他带兵打仗了，什么都不行。现在真正让你先去搞那个政协了。你现在王沪宁你做出什么？什么也没做出来。你就高喊一个两个确立什么什么？你把这个东西，习近平同志，我就说习近平同志，跟咱们的刘冠中，你就现在就一件事情，当前你就像这个做一件事情，就让美国落实的四不一物业，你做落实了，我什么事情都好谈；你不落实，我什么事情都很难谈。你其他那个你经济问题都是小事情，能钱买到的事情，那都不是个难事，是吧？就这么一个原则，当你们四不一物业，你这个美国人在这从美国总统台，你拜登还就这么一个最后一栏杆，还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了，你不逼他上梁山，他怎么能行啊？这个就过了这个时，这叫一，这叫砍蛋。喜砍喜砍，以险代喜，以险这个那个险上加险，就是你把这个问题就抓住要害，这是 know how。你抓住这个 know how 了之后，他一解决，就过了这个村没那个，下一届又是拜登了，那又是川普了，川普要另来了，我们要做另外一个工作。如果他到一个段落，他起了一个段落，他也就好结局。就像如果蒋介石，如果他最后他把那个国家统一的事情办成了，我们对蒋介石的历史也重新改写，现在就谈不上。现在我们能谈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啊，但是中华民国你统一之后你要准备，不能搞一国两制，不能让台湾搞成一个台湾是一个地区。一个特别行政区不行了，那就变成了两个国家，国中之国。这个将来这个问题就是将来就是变成了一个定时炸弹，就是定它一个地区的一个成本就变成了乌克兰，啊，就可以把北约的军队引进来，把美国的军队引进来，把日本的军队引进来，这个就不行的呀，这不能够搞一国两制啊。这一国两制实际上就是两个国家呀，对，两个权力中心，两个政治中心。香港不是战争问题，这个两岸关系是战争问题，是政治斗争问题，是权力，国家谁代表中华民国的权力的合法性的问题。啊，你即使你说你是中华民国了，但是他心底里还是因为他是政府。所以呢，必须把它一股化，把它同化了。什么样的化同均，就是把它这个杂交了。这个杂交之后是怎么呢？把它哪怕是打出移民，腾空换鸟啊！台湾那个地方腾空换鸟，把这个大那些台湾人可以到中国大陆来求学，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照顾，就是大陆学生怎么样待遇，他也怎么样，因为一碗水端平。这个习近平也好，江泽民也好，邓小平也好，他给台湾那么比你有钱，你还要把这个省损有余而补不足，而让现在损不足来补这个台湾，
这富人台商，这个柜台政策是很大的问题。啊，实际上这是一个血的教训，你把中国人民坑了，最后那中国人的血汗钱喂饱了这些卖国贼、台独分子，实际上台独独裁分子，这个是政策的未来政策的一个，把这个是本末倒置，对吧？本来他当然是是，你还把优惠你不得了啊！就像你包括非洲学生，让他们想做什么的免学呀、啊，这优惠、这投资优惠，结果呢，他不说你中国大陆好，买的都是些白眼狼啊，都是还是说是。还然后挣的钱还支援他那个资助那个还有独裁那个选举，这是我们的教训失误。这是一国两制这个和平统一这个忘记了这个阶级斗争，忘记了这个国内的这个战争没有结束，所以我们讲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经济建设、法治革命啊，这个。然后就民和主义，就是把台湾人打散了，掺沙子，啊，就那个喝的是掺沙子，喝的是，他就当不要设边界，不设界，不设防，啊，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有这个先进的电脑，人脸识别，啊，那到哪儿都能马上就识别出来，啊，所以呢，这个东西。都可以，这个不是哪里都跟踪，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在法律面前都受到法律的监督，而不是说我们现在一味控制一个主任一个什么，你得准备这挑战嘛，啊，你得准备接收这个台独和这个台湾这2700万人的反攻大陆这个就准备了，因为你要有这个共产党，你要有这个自信，你不要四个自信吗？你要有这个自信，你就能够战胜这个台独这个理念嘛，国家这个统一这个理念嘛。他说你的共产主义消灭社会主义不行，那你就不消灭他吗？他如果反对这个国家的统一了，你可以消灭他吗？对吧？去，至少来说可以驱逐他。他犯了法都要按照中国人犯法的一样的受刑法，那舆论的限制是因为什么？他违反了这个国家统一法，啊，违反这个你搞那个电信诈骗，搞什么其他诈骗，啊，违反了这个刑事法，啊，还有民法呀、诉讼法呀、刑法这些诈骗法，那就要受到法律同样的审判，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我们现在的权利和人民不平等，这个问题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说法律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很重大，就是法律建设和你的军事武装力量建设是一样的重要，对吧？法治建设是一个国家啊，奋发者强则国强，奋发者弱则国弱。所以我们这样的是走过来学几百万这个几百万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物资动流，我们才这样。你毛泽东有吗？你有参加过这样的三大改革开放实践吗？你在这个实践里你有过生产劳动的实践？你有过农村的劳动的实践？你有管理企业的实践有吗？没有。你有事跟那个打那个法官那个论述的人，你夸夸其谈、头头是道，结果就像那个谁一样，马云，世界乒那个诸葛亮那个叫马云啊，对，你到了最后你要习近平的挥泪斩马谡，就挥泪斩那个毛泽东，那个下场，你要落到那个下场，你就可悲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晚上呢。读这么一点，我有个例子，就把那个马云怎么他那个教训啊，那纸上谈兵那个教训啊，世界性的教训，我想本来把这个捋一捋，但我算了，我今天我这个晚上就省了。
我今天主要是就针对拜登，拜登你怎么样来力挽狂澜？你怎么反败为胜？你有八大症状，我今天上午跟你讲，你有八个可败，败症，对，可亡之症叫做亡症，你现在败症，你有八大败症啊。那么你现在我给你出两条，或者叫反败为胜的一个策略，就反攻大陆的策略啊。第一个，我再重申一个，升为你把你升级了，把两岸关系、美中关系、美中台关系升级到联合国宪章这个角度，联合国2752角度，无条件服从各个国家，中国中央民国也好，中国的中华民国台湾省也好，还有那个美国也好，全世界的无条件服从联合国宪章啊。如果不使用这个工具，那么我们就就是辜负了创造这个联合国宪章这个工具的人。如果我们一小撮人想要自己搞一套啊，那么第一个，你现在美国你是违反了联合国这个宪章的一个应大国应有的呢，你把你自己下架的那个下，就是把自己的捉奸的和台湾的那个一小撮台独分子一样，你把自己的地位就看贬低了。那种这种那个搞那个下三滥的，搞那个自己搞那个搞造反的，搞那个国家分裂的那些，这些怒鬼蛇神一样的一个地位，你为了这个去颠覆这个大围堵这个大中国大陆啊，你去做这么一种龌龊的事情，小人的事情，你叫世界人看不起你，就像你这次那泽连斯基啊。因为跳梁小丑，你台湾蔡英文这个陈水扁，这就是跳梁小丑。你把你自己如果贬低了自己，把自己看不起，你不尊重自己，不尊重联合国宪章，不尊重2758决，你不尊重，甚至不尊重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再重申，中台湾是非中华民国，非政府，非官方的代表，地方那个代表啊，所以这个你不能把自己弄成一个不伦不，台湾美国人不能把自己捉奸到这个程度，你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己损害了严重的损害了美国人民、美国政府的形象，损害了联合国的形象，损害了一个大国的形象，应有的形象。你法治都不懂了，对吧？那么呢，等于是说自己是得道多助，失道乏人。你给中国实际上你把中国的位置提高了，你让中国这样的这个是帮助中国成就了这个事。现在来讲，中国的统一是对美国人民、对美国政府、对全世界人民是个大好的大利好，是帮助中国去搞改革，去帮助中国搞民主，帮助中国共产党走向那个共和。我倒希望中国共产党叫中华人民共和党，那更具有中国特色，更让世界人民更加接受这个中国人民共和党。我呢，就今天就讲到这里，因为我这句话是对这个，如果到大陆说不好听的话，第一个禁言，第二个不理解的人认为我是卖国贼，那么实践就是，我就说，宁肯天下人负我，大海不负天下人，就是说我讲的这个道理是不是有道理？将来全世界里面还有我们子孙后代。这个东西就可以检验我们这个道道，就像那个华盛顿一样，我是吧？他退出这个，他呢没有参加人员，不放弃这个权利，这个东西历史就怎么去看待？反正我们这个现在大海的东西也是进入历史了，对吧？我这些东西，
我不是中国政，就中国政府那儿有一套，中南海那有一套保留资料。但是现在我的重心是在美国，那美国我把我这一套东西，将来我做的那网上的内容都保存在将来美国图书馆。就这样，我的建议就是这个话糙理的啊，长话短说啊，实际上道理就在这里了。好，谢谢大家啊。想要真正解决你的问题，那么就必须学会升维思考。那么，什么是升维思考？为宪章、为国家、为新民、为共和，拼经济、揽人才、建奇功，十年征服百年人。Make T2 Think Action Great for All。首先，纲举目张，联合国宪章是解决中国台湾问题的纲。我们必须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定名指征，无条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联合国宪章上的中华民国。根据美国台湾关系法，明确让台湾人民制度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废中华民。根据美国台湾关系法，明确让台湾人民制度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废中华民国，非主权政府，中华民国官方代表，支持中国统一。国庆独立日，大海出征前出师表 T2IDEA 以落实四不一无一或五不四无一为纲，芝麻开门通关密码，以八项主张反攻一个中国原则基本对策目零 Action 行动。新华社通稿：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抗，拜登在四不一无一基础上又做出了更多的承诺，增加了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称为五不四无一。One Heart，中国人民在一中宪法法律基础上，人人生而平等。One Way，四不一无一，在一个中国原则起结束内战主权争议。One Charter，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定名指征，无条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联合国宪章上的中华民国。One nation under the Constitution,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